嗨，奔奔在洗澡咯。各位注意啊，就是喷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对他眼睛喷漆啊，大概都还好。真的很可爱，他会特别把那个翅膀抬高让你喷。奔奔啊，你是傻了？你一边，另一边，我要这边，我要这边。对，我要这边，我要这边。然后他会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哦。我来看看，他真好笑。然后旁边这边沾到大便，我等下要帮他清一下。对，这边这边，对对对对对，各位可以看他超享受的哦。要洗多久啦？我手很酸欸，我们用冲的好不好？来，冲的。这样你比较爽啊，对不对，笨笨？我怀疑有一天我如果带他去泡温泉，他也会很爽欸。哦。我觉得这一集就全部拍他洗澡就好了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看啊，但我真的觉得他洗澡蛮好玩的，我超喜欢拍他洗澡。那洗完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勾嘴，笨笨，笨笨，他真的很可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频道就结束了，如果喜欢可以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云根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